四样试试。来一来啊。生食不能吃，我吃的。今个是穿20来天不在我，你要穿白的很。啊，这你一看，最近吃的还给不得吃，都吃不完，穿姐就烦很。面里面放一些盐，在外面跑了20天，还是想吃屋里这面，今个就给咱做一个拌面，鲜锅面，还是新疆的拌面香，我今个拌这面也香，这大概就是一斤面半斤水。变成水状后，将面揉好。边和面边加水。醒面20分钟，凉开，水也开。你看这样式子，真的是这样式子。想太着的，我是差人么在屋，你一吃不光我们摘的，到后期的，把豆角烫一下，放在凉水里面定一下。有熟葱花放进去，西红柿放进去。老爷，你们看锅盖在这还是火焰在？火焰在，我听你讲。哎呀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！内地的，做月的，柴火硬柴啥，家伙的做月。西红柿老放进去，洋葱放进去，胡椒也放进去。小火面，盐，加少量的水，盆子里面倒些油，这是啥呀？面吗？什么？你今天吃啥了呀？这这么粗的条，好臭呀！嘿嘿嘿，菜拌面。什么面？干凉面还是啥面？这是那宽面吗？每一根面上缠上油，
再限一个小时。在凉开水里面冰一下。饿了，跟我弄，先给你两。一碗没半碗。我要半碗。好。我要半碗。够了吗？够了。好，我想只喝汤汤。好，可以啊。我也想只喝汤汤，因为汤汤好喝。好。我想煮完饭好吧，最带劲，带，还是到这面家。